12和12 mini 到底有什么差距，今天小杨就带你们了解一下。12 mini 5.4 英寸的一个 OLED 屏幕，12的话是 6.1 英寸的一个 OLED 屏幕，显示效果的话屏幕杆杆12会更加的出色。性能上搭载的都是 A14 的一个芯片，操作体验依旧流畅丝滑，再搭配上 iOS 的一个系统独特优化，再用个3-5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续航方面，12的续航明显会比12 mini 要好一些，因为大机身电池容量也相对更高，而12 mini 的话只有2000多毫安时的一个电池容量，一天2充也没跑。那么现在12和12 mini 现在在小杨档口的话都是只要13张左右就可以入手，这两台的话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呢？